看看能不能把两个大石给干掰啊。不带我一起做，我一个人独享一个滑尖。这钓位不错嘛，正好两个倒中间，一个大滑尖，还有一个鱼露。可不知道它饵料开的怎么样了，千万别小瞧饵料拉过来，我就先开始做钓了。它们漂还没漂嘞？咱们今天就简单的开制啊，因为它这是那个红虫酒米，对，野季风暴，它这是有虫又有米，对对，对不对？有虫的味道，又有小米流味，黄尾巴都吃比较腥的东西，对吧？我们再来点虾粉，可以。没事，尽加了。好，叫它充分的吸水。对。 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要求无蛙状态的，有，一定要有残留，对，还要慢，对吧？对，来，可以，你看啊，哎，对，丝就出来了，对。钓鱼不打窝，钓的也不多，对吧？对的，留点儿。 哎，陈哥，啊，你那水深多深啊？我这差不多要到5米了。那你今天歇了。咋啦？我这3米多，钓黄尾最佳的水位了。你有那么肯定？哎，必须的。你看这个季节气压那么低的话，它一般都会上潜水区围着那个梗走。我感觉我这地方正好深浅交界，在你俩中间，我是4米，你5米是3米。对呀。我前期先试一下拉饵。嗯。因为拉饵毕竟这个鱼嘴小嘛。 嗯，你是调多少目钓多少目啊？我用的这个吃切量大概是2克左右的啊，因为水深嘛。对对，我调的是5目，嗯，准备钓的啊，就是3目到2目之间就可以。来鱼了，小的。<笑> 赵老师，上鱼了，必须上。这什么鱼啊？哎呀，这可大了！这我抢先那么长时间没上鱼，你还比我先上鱼。大白条，你别怕了，大白条。这白条得有2-3两吧？那有，我目测都有。我没见过那么大白条。又开始了啊！又开始了。哎呦，这哥们准备这是真想真想把它俩给钓败了。我说你准备填湖呢？啊？你准备干巨物啊？有舍才有得嘛。嗯，要想鱼上岸，要靠粮食换啊。我估计它是着急了。对。它很难。它是把那个皮肉杂粮啊，估计是用岸上的泥混着那个东西。哦。要打下去。我知道。 鱼来了，它吃不到，它一去戳，一直在那戳，它要戳才能吃到。它融合到饵料里，那个味道啊，会不会飘走？下雨了，这会儿口不是太好啊，雨前没有雨后好，嗯，再等一会儿就该好了。 来了来了，哎呦呦，炸碎中鱼了，嗯，也断，点儿六的。它什么鱼呢？什么鱼？黄尾，黄尾，不大。哎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不是，这不是红尾，好像是红尾啊。不会吧？是红尾，是红尾。你钓的一把红尾给钓起来了？红尾，红尾，红尾。哎，还真是啊，你看那嘴巴大大的，和翘嘴的差不多的啊。这尾巴明显是红尾啊。那这个就好，这个好，这个红尾好啊。这个红尾留着啊，它可鲜了。这个啊。 这个真漂亮，嗯，不是太大啊，放掉吧。有鱼可钓，别嫌大小。<笑>小红尾，真漂亮。这红尾漂亮，把它放了吧，还差不多吧，要不先留着。没事儿，后边还有好的呢。那行吧，那就放了吧。好，把它放了啊。啊，叫你大哥去吧。再接再厉啊，抓紧时间。 下雨也有口了啊，赵老师，再接再厉啊！这鱼马上就停。嗯。
哥啊，啊，口怎么样？还没呢。怎么样？全是口。嗯，对，心中全是口。算了吧，还吃饭吧，我饿了。你先吃饭去吧。咱们补补窝，休息休息。这个杂粮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大的小的全能掉。对。赵老师，哎，怎么感觉这个辣饵下去了以后啊，还没到底，一会儿漂就上来了？这就对了，啥情况啊？我感觉这个大鱼没进来，小鱼很多。小鱼吧？啊，嗯，漂过程下降过程中是有一小口，小口，对啊，那口一直打不到。它应该是小鱼了。你看我钓了两三块饵料下去，我这下边全是那个趴地虎，哇，全是，你看全是。有时候我们浮漂刚一到位，它一直在晃。对，全是小趴地虎。我估计就是那东西。我改搓饵。嗯。用搓饵钓了吗？搓一下吧，搓一下，搓一下试试。哎哎，中鱼了！哎呀哎呀，中了中了中了啊！哎，咱们看什么鱼啊？应该是黄尾。是不是黄尾？是黄尾。哎，我看到那突然一下弄出来那个是黄颜色的啊！我刚才试了一下，我这个搓饵中的鱼。你看啊，赵老师，哎，下完雨过后啊，果然有口了啊！对，下午的第一条，别跑了啊，宝贝儿啊！三竿都是小口，我感觉口不正规呀，还挣扎，别跑了啊！力道蛮大的，我要是感受这个力度就好了。哎，漂亮！哎呀！哎呀，中了！哎呀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又来了！哇呀，好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完了！哎呀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！没有没有，这是小的，让他回去报信，找大的来。陈哥，我俩要加油喽！我不愁，我这有鱼，都有鱼。嗯，这有口了，这小金还在忙活着呢。对啊，有口了，你在干嘛呀？我得往前伸一点。哎呦，我这都掉深了，没口，你还往前伸一点？没事，他那个，他那儿可能相对水浅，准备深一点。哎哎，又来一条啊！又中了，又中了。吃口比较轻是吧？很轻，很轻吗？两三竿才打住它。嗯。哎，力道还不小。哎，这什么鱼啊？又是黄尾。哎、力道不小、啊。那估计就是黄尾了。黄尾，黄尾。不缺吃的呀。不缺吃的，开口好弱。哎呀，我这说话，我这又来了。来了吧？你猜这是个啥？啥？你猜。不是黄尾啊。红尾，红尾，我之前还在说你放掉那个红尾了，这不是又来了？又来了。从我做鱼的角度来说啊，应该说这种掠食性的那种鱼类，鲜美程度啊，口感度啊，都要强得多吧？对，